我要了20个。哎，中午了，吃啥呀？干啥呢？中午吃啥呀？我看这猪脑花就不错。走，去找浪哥。浪哥，粉丝说想看你挑战吃猪脑。吃猪脑？可以啊。买2个呗。好嘞。买了吗？买了，20多个。你笑什么？没事。这个，你要的20个脑花，浪哥？不，我要了20个。先解冻一下。做2个口味。一个蒜蓉的，一个麻辣的。哎，弄点油。来点鸡精。盐。还有，我有。水，郫县豆瓣酱2勺，火锅底料，来点麻椒，来水，这一步呢是最难的一步啊，把这个筋膜给撕掉，哎，弄不好就成这样，哎。哎，太费劲了！来看看看，哎，这种膜啊，然后顺时针啊，这样给它，姜、料酒，多放点儿。哎，那个，今天咱们做锡纸猪脑，把这个猪脑放进去。哎呦！哎呀，这味儿！哎呀，你看着馋不馋？馋。哎呀，天哪！入呗。这边我们放蒜蓉。哎呀，这蒜蓉很香。我去，哎呀，这有点。这是前两天剩下的串儿，对，烤一烤。24个猪脑，不知道为什么到后边变成了23个了。我先帮小伙伴们查一下。
麻辣的软。哎呀，蒜蓉的。哇，蒜蓉的好吃啊。哎，来吃饭吃饭。哎，那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说让你们买两个，就是二十多个，就是二十多个。对啊，哎，再来个，再来一个。好嘞。我已经吃两盘了，还得是蒜蓉这个汤。嗯。哎，老板刷去。还老板刷。这边看看，就算吃啊。嗯。来给我一个，我尝尝。哎，不赖我，这因为蒜蓉好吃。嗯，蒜蓉好吃，香辣蒜蓉味儿来了。肖总，开心的事情。还不如五十啊！十几来吧，四个，好家伙，真牛逼！真的，一二三四个，哇，就算好吃。嗯，就算这个了。嗯，就算好吃。再来一个。嗯，没毛病。什么味儿啊？嗯，没味儿。没事，这味儿生的。其实这已经吃出蒜味来了，嗯，已经折过去了，不错。我都知道那底下就这个蒜，去吃。吃好肚子，吃到串了，可以了。来，一人再一个啊，再吃一个。嗯，这东西是好吃哦，吃鸭子。剩两个啊，可以。这战斗力啊，23个，剩两个。哎呀，这怎么过的？干就完了。下次还挑战什么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脑花真得劲儿。哎呀。